主人家中的监视器记录下了这惊人的画面。只见一只猫咪正在家门口闲逛时，突然间出现了三只狼，迅速将它包围起来。尽管面对三只狼，这只猫咪毫不畏惧，奋力反击。狼群对于猫咪的勇猛举止感到惊讶，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阵子。但最终狼群还是被猫咪赶跑了。这段惊心动魄的画面让网友们都惊叹不已，没想到猫咪竟然这么勇敢。对于猫咪的勇敢行为，主人对它更加疼惜，也表示会增加安全措施保护家人和猫咪。